不叫我。你醒了。孩子该饿坏了。孩子很乖，他知道妈妈在睡觉呢。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我得说，你生孩子让人好揪心，又偏偏下了好几天的烦人的雨，我看就叫雨欣吧。啊，雨欣，多好听的名字啊。是啊。醒了，他要吃奶喽。来，我娘心里一定在惦记我。她要是知道小雨欣出生了，心里头不知有多高兴呢。不哭，来，不哭啊，乖，不哭。你要干嘛？我是想……哦，来，我来扶你。宝贝儿不哭哦，哦不哭不哭，哎呀别哭了小宝贝儿，啊别哭了啊，哦不哭不哭，好了吗？还没呢。怎么了？好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啊？哎、哦不哭不哭啊、哦、不哭啊，啊乖不哭啊，哎呀你好了没有啊？哎不哭不哭，怎么了？我尿不出来。尿不出就是没尿嘛。别紧张，放松点啊！我憋得难受。这是不是你的心理作用啊？你老是觉得自己有尿。不，我憋得难受。那好，那好，我教你个方法。你这样，你就想小河、小溪的流水声。水花四溅，润玉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润玉，我就要憋死了。润玉，你别吓唬我，你别吓唬我呀！不会的，润玉啊，你别吓唬我。没关系，清晨还有一半的路呢。我这耳朵里总是听到润玉一声声的喊娘。有茂太太照顾她，你敢放心。
润玉，润玉，让我看看，来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润玉，娘，你弄疼他了。我求你了，想法救救他。我求你了，知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娘是这么心狠的人，能救他不救？这是医生们都逃难出城了。娘，找薛医生，他不是被你接生过吗？你去找他，你快去啊！娘，我求求你了。我去，我这就去。不好，快躲起来。娘子，再过去，再过去。隔离是马西达，五三给大家。一个要一个要。别拿五十个三安逸了你。他们走了。吓死我了！木子，快看！想尿的时候啊，就往这个垫子上使劲儿啊。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你不要吓唬我，我跟你说，魂是不会给尿憋死的，不会的，真的。手上怎么会有坑？
通行证。你要出城去请医生？嗯，是的，请钱县长帮忙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对我说，府上谁看医生啊？是润玉，志贤的太太，她生孩子。哎呦，这通行证啊，是归那日本特务队长佐久间管的。这事儿我得跟他商量一下。钱县长，润玉已经危在旦夕了，能不能请你？哎呀，毛先生啊，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只要能帮上忙，我会不尽力吗？这样，你先回家等着，啊。等我从日本人那儿弄到通行证以后，立刻派人给你送过去。这，哎呀，放心好了，不会耽误董润玉小姐的事情。嗯。茂太太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少奶奶这病是女人家生孩子的病，贫僧从来没有治过。这方子，也就是吃吃试试吧。那老师傅，你可知道这城里还有没有擅自妇科的郎中呢？上碾镇有个薛木子薛先生，恐怕他会有点办法。我们家老爷已经去想办法了。就是不知道，是不是还来得及？应南，通行证搞到没有啊？哎，啊，到了！快点！站住！干什么？站住！进城要有通行证，这是日本人的规定。老总，求求你了，我女儿在城里生孩子，我要去看看她，求求你们了。跪下来见我祖宗也没有用，不行就是不行，万一漏金各马共产党新四军，我向谁喊冤？老总，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走走走走吧。如果有钱县长的手令，可不可以放行啊？钱县长？是啊，麻烦哪位老总进城去禀报一声，就说这位董太太有要事要见钱县长，请他速来带人。麻烦你们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你就往这个垫子上解啊，没事的。润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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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贤，润玉他怎么样？润玉他，信吧，啊！你说什么？他怎么会死呢？他怎么会死呢？我们说好一起去重庆念大学的，他怎么会死呢？
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，你不喜欢他，你从来就没喜欢过他。 秦先生，还有易白啊，来，坐坐坐。哎，好，哎呀，你说可笑不可笑啊？啊，坐。今天是董茂两家同时求到了我的头上，一个要出城，一个要进城。好啊，董家也有求到我头上的一天，可真是菩萨有眼，菩萨有眼呐，痛快。 果然痛快呀！木子怎么还不来啊？老总啊，刚才那个老总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急什么？等着吧。钱先生，我倒是在想啊，倘若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不如放他们一马。 等日后见面，啊！这样吧，你先派个人到茂家府上给我打听着点。佩服，佩服，钱县长到底是钱县长，办起事情来滴水不漏啊！<笑> 除了暖炉，你暖和暖和。如玉，他恐怕已经死了。 谁说的咽气了？谁说的？你怎么到这个时候还这么冷静？你根本就是冷血！这些，你清醒清醒，不要过分的伤心。你怎么还不走？这是我和瑞玉的房间，我不要看见别人。你走，走，走，走！ 钱县长，董家大小姐润玉刚刚过去了。快，把通行证送到茂家去。哎，好。一百啊，走，我们去城门口迎董太太。哎，老爷太太，通行证送来了，通行证送来了，老爷太太，通行证。 董太太，哎呀，钱某有事迟来了一步，让你久等了，还不快请董太太进城？是啊，走吧。
我没法把润玉交给你了。润玉，都怪娘对不起你。娘没来得及来帮你，可是娘天天都在想你，天天在想你。娘只想来帮帮你，为什么不等等娘呢？ 为什么不去请医生？啊！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啊！是通行证，没法搞的。我不想。 润玉，他睡了。润玉，他睡了。是啊，他太累了。是。不是，你在骗我。润玉，润玉，董太太。 太太，瑞他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 这样，在这种时候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说话？那我该怎么说？哦，都像你们这样哄他骗他，让他继续这样痴痴呆呆的。谁说他痴痴呆呆？他只是暂时神志不清。死了最心爱的女儿，这对他打击太大了。他要是正常的才怪呢。毛英男，照你的意思，润玉的死我就不难过，我就不心疼。 我是个冷血动物，不通人性，对吧？你说，你说呀！润玉太可怜了，嫁到我们孟家来，没过上什么好日子。你这个做婆婆的又……润玉死了，你们心里全都在恨我，你们甚至会想，为什么死的是润玉而不是我？ 润玉不该死，因为她是董新碧的女儿。董新碧心碎一分，就有人为她心碎十分的。杜烟，
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不需要什么解释。如果你们看我不顺眼，那我可以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干嘛都对我这样？我哪一点比不上别人了？啊！我并不贪心，我从来不敢要太多，哪怕一点点，就足够我开心了。可是你们就是这么小气，不肯把感情给我一点点。木子，你说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说呀。多年，也许是你太出色了，恐怕欣赏你的人还没生出来。你喜欢坐船对吧？我听你的话，一块儿去重庆。我们走，去重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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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些全都搬出来检查，冷副官。哦，沈团长，这封信你务必亲手交到保安二团团长何克谦手里。原来以为日本人不会打到这儿的，根据目前形势，我方虽然抗日情绪颇高，无奈枪支弹药都不及日方，要打胜仗，只有两个团联合起来加工。战斗中的配合至关重要，团长放心。放开！放开！
齐玉、思玉、娘，来，娘，看你们姐妹俩累得这头汗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娘，这里又热又脏，您赶快回去吧，我们还有事要干呢。是啊，走吧。谢老爹，您过来，把这篮子烧饼分给大家吃吧。哎，好啊。谢老爹，来一下。好，这样能打仗吗？这还不够，不就是几个小日本吗？人家的枪多厉害啊！我们子弹也不吃醋啊。我先忙去了。哎。沈团长也来了。你的两位千金是出色的宣传人才，起的作用不小啊。女孩子家疯疯癫癫的。小心啊。董太太，我今天请你来是想要拜托你一件事情。我。我娘今天突然从扬州来看我，她老人家一点不知道这里将有一场恶战要打。你看我简直是没办法。我懂了，沈团长，待会儿就把你母亲送到我家里来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那么我下午就把她送去。嗯。眼前这场仗，万一我娘只有我一个儿子，沈团长，请放心，万一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会把你母亲当作我的亲娘来带，侍奉她到百年之后。那就真的拜托了。十个金条，是我当兵多年的积蓄，留给我娘养老之用。不，你不肯收下的话，我又交给谁呢？我看这样吧，如果这场仗沈某大难不死的话，这包东西便完璧归赵。可以了吗？写完没有？啊，雨欣的字儿写得很漂亮。雨欣啊，要写累的话休息一下，出去玩一会儿啊。嗯，我说银楠，你别这么婆婆妈妈好不好？我都养大了三个孩子了，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话不能这么说，雨欣毕竟是个没娘的孩子嘛。你总是忘不了提她的娘，我都跟你说过一千遍了，咱们茂家在润玉的事情上没有任何错。可董太太她……董太太，董太太，你心里这么想着人家，人家未必就知你的情。爷爷。啊啊！哟，呀，是二老爷啊，您。什么时候回城的？啊，刚回来。哦，二太太的事儿，我听说了，您可得挺着点啊。老婆逃难的时候给日本人炸死了，
书也没处出了，我就是个闲人，天天窝在家里受穷受罪。那二老爷今天是打这儿路过？直说了吧，没钱用了，到你柜上支几个钱买米。二老爷，您知道这店铺可是董家大老爷名下的呀，他要是没死也不能光看着亲兄弟饿饭不管吧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能拿店铺的钱私自做主给你呀。这样，我这儿有两块现大洋，就算我老王孝敬你呢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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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两块大洋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拿店里的钱还你。哎呀，是范队长，忙公事儿啊。这不是董二先生吗？几年不见，怎么弄成这副模样了？提不得也，提不得也。怎么了？啊，听说您现在在日本特务队当队长，混得不错啊。日本特务队的佐久间太君想找一名翻译，你不是在日本留过学吗？这日本人炸死了我老婆，你可就……嗨，别傻了，有好饭吃就不错了。你看人家钱少坤，好好好，我不逼你啊。你自己看着办吧，走。大太太，大小姐过世的消息你还一直没有告诉老太太吧？没有啊，我哪敢告诉她呀，我只是说润玉早就带着孩子到上碾镇二太太家去了。哦，都吓死我了，老太太的神志啊越来越不清楚了。刚才啊他拉着我问大小姐的月子做完了没有，还说呀要出城雇车去看他和小雨欣。我还以为走漏了什么风声呢。千万别走漏了风声啊。我知道。桂子，你跟大太太都说些什么呢？哦，我是在说呀，现在的储备券不值钱，一大叠的票子买不了几斤米。哎呦，这日子真不让人过哟。太太，郑达起来了。金凤太太怎么样啊？部队的伤员都下来了，在祠堂里躺着呢。木子叫我来找几个人去帮忙做包扎。行，走吧。沈团长呢？他没受伤吧？幸亏没有，他要是伤了，这个仗就没法打了。谢天谢地。只要你闻不到那个血腥味啊，你就不害怕了。我虽然是个医生，但见这样的场面还是头一回呢。没问题，你不用害怕，能行的。
站着血肉的一罐给解开了，用你的进了酒精的那个棉纱擦起伤口，最后再绑上止血带，这样就行了。好吗？来，来两个人帮个忙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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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就这么白死了。谁？是我。董太太，果真是你，差点被我当了奸细。我是来帮忙的。帮忙照料伤员？你不怕吗？走吧。拿着。你带我去看看伤员。好。你给他们说说。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啊，要在咱们东吴办一个商会啊，要在你们这些人当中选一个人出来当会长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啊，哎，咱们有了商会，等于商界有了自己的组织了。上可以和日本皇军常常保持联络，下呢又可以维护咱们本城商界人士的利益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啊，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啊，日本皇军也没什么可怕的啊，这几年来我们是开店的开店，办厂的办厂，大家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啊，哎呀，茂先生你说说是不是啊？说实在的，乡下有共党是吗？还有国军，再加上一个土匪，反倒不如城里安全。只要大家做一个大大的顺民，我保证啊，日本皇军不会给大家为难，不会伤害大家的。怎么样，推选一个人出来吧，别让左久见太君发火，也别让我为难啊。选谁呀？大家快说说吧。哎，快点说吧。你给我指定一个人。嗯，茂先生，你可是东吴城里最有身份的人呐。太君原谅，茂某口笨手拙，不是当官的料子。我实在是没这个能力。你，快，走，走，跪下。
毛先生，毛先生，救命，救命！毛先生，你就表个态吧，全当救救大家伙啊。很好。开门，开门，往进查户口。家里还有什么人？统统叫出来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不能进去！干什么？静静，别怕，别怕，家里就我们几个女人，不会难为我们的。惠子，我去。过来，过来，你别进去。惠子，别跑。马上来一个六个。皇军问了。家里就你们三个，是的。再有，就是厨房里的几个耗子了。嗯，太君，他是说家里还有几只耗子。耗子，耗子。惠子，打着哪儿了？我看看啊。哎呦，都是血！你们这些该死的，你们连女人都打呀，你们下得了手啊？哎呦，看着就，打死就可以用，说的哪一种？免加克罗斯用。长官不能啊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！长官，长官，你跟他说，照片上的人早死了，是生孩子死的，几年前就死了。心情。你是说，哎呀，娘太太，娘娘娘太太，娘老太太，娘老太太，娘，一辈子行善积德，到临了还睡不上一口棺材。沈阳坡城日本人，城里的棺材店都关了门，我到哪儿变戏法去？吉米，你去打听打听，看谁家备有着棺材料子的。跟人家商量商量，花些钱把它买回来，先找个木匠定起来用。大嫂子呀，你真是不出门不知世事啊！现在哪家还有木料？都被日本人征用了，拿去盖碉堡工事了。老太太。他真的要是，二老爷真是太没有良心了，老太太是白生了这个儿子。我看他呀，恨不得老太太早些过世，他好变着法儿霸走我们大房的家当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贵子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不是吗？你看他现在那样，穷的那个样子，他那双眼睛哪天不盯着我们这个家？贵子，你说，王掌柜他能想到办法吗？哦，王掌柜被日本人吓病了，到现在还爬不起床呢。哎，我看呐，倒不如去找茂先生，茂银南。哎。就用这个吧，这房里的板都是杉木做的，料子也厚实啊。茂先生，
拆了地板打棺材，太可惜了。哎，谈不上可惜不可惜，东西都是给人用的嘛。按我说的做吧。啊，杜燕，杜燕。对不起，这是我做了主。董家老太太突然过世。这是你冒家的房子。我实在没别的办法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的房子你有权利。以后我再买木料铺上去。铺不铺都有你。毒烟。你干嘛用这种眼光来看我？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。你以为我舍不得，我不开心？我嫉妒你帮董家的忙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也是个做母亲的。瑞宇的死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我恨不得有什么仙方法术，能把他的灵魂重新召回来。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只是个很平常的母亲。这不能全怪你。来，就这。莫先生。啊。大太太，莫先生来了。莫先生，我替亲人谢谢你了。哎呀。哎呀，董太太，你千万别这样。来来来，起来。我们是亲家，我应该的。还怪我来迟了。老太太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。我带了七将来，后天打猎，我也替你请好了定慧寺的和尚。出城的通行证我已经叫人在办。董太太还有什么要做，尽管说吧。我这心里都乱成了团儿，哪里还想得起来？平常这些大事都是心必做主的。那好，董太太索性一并交给我了吧。这是老天爷帮忙啊。贵子，你说我是不是念经拜佛有了回报了？大太太，好心都有好报的。来，抬进来。哎，放心。我说啊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有多久没有回家了？董太太，喝茶。别忙了，坐下来一块儿说说话。不了，老太太明天就要回扬州了，还是你们母子俩多说说吧。哎呀，做娘的和儿子有什么私房话可说？来来，坐下，坐下。等打完了小日本，你替我把董太太接到扬州去住两天，让我也好尽个心意。董太太，你从前到过扬州吗？没有。啊，听说过扬州的事，好像比苏州要来得热闹。哎呀，苏州哪能跟扬州比呀？扬州从前的热闹啊，那是上海都比不上的。别的不说，就说一样琼花印的乾隆皇帝三下扬州巴巴的来看，乾隆皇帝哪里是来看琼花的呢？他是来看扬州的美女啊。都说
扬州自古出美女，照我看，那也就是出个名儿罢了。真能比得上董太太这样相貌人品的少。我这话没有添油加醋吧？哎呦，老太太，瞧您说的。不是我自夸，我这个儿子在性情上是再老实不过了，什么花言巧语的是从来不肯出口的。木子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你看沈晨这个人是不是靠得住啊？挺好的。他对董太太有意思，我看出来了。是吗？我没看错。哦，你们男人家心粗，不注意这些。我看是件好事，两个人挺般配的，不如我来做个媒吧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扎哪儿了？我看看。是给沈团长吃的，可是这明明是金花婶婶送给我们的。小孩子不要那么讲究，吃饱肚子就行了。沈团长带兵打仗费心费力的，可是你整天在说什么沈团长沈团长的，我都快听出茧子来了。柯姐，柯姐，嘴怎么那么馋？这辈子没见过沈鸭蛋啊。走，走呀，走啊！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哎，四姐，你说娘是不是要嫁给沈团长了？我们要有一个新爹了。我们就只有一个爹，我们的爹姓董，是董继仁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柯姐，你不要这么凶嘛，干什么？柯姐，你先出去玩会儿。燕月，娘有话问你，你对沈团长到底有什么看法？沈团长并没有亏待我们娘儿几个，那年逃难的时候，要不是沈团长救了我们，我们娘俩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下场呢。未必。燕月，你是几个孩子当中最聪明的一个，可是娘有的时候觉得，你总是有些怪里怪气的念头。几个孩子当中，娘最操心的就是你。娘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，还是少为燕雨操心吧。怎么了？我在想燕玉的事。董太太，还是我来吧，这会儿太脏了。没关系，我喜欢伺候马。马是世界上最通人性的东西，你对他好，他心里都知道，对不对啊，伙计？还真懂，团长，你的信。啊，没水了，我再去打点儿。啊，不管。好，什么事儿？团长这么高兴？老同学给我来了信，信上面说，他替我介绍的政训队员已经从镇江出发。不日即可到达上面。您的老同学？嗯，是中学的同学，过去私交很好。后来双方政见不同，他投靠了共产党，而我投靠了国民党。如今好了，国共合作，团结抗日，我们又坐到了一条板凳上。我是希望政训队员能给我的部队增添一点士气，
教点文化了，讲些形式了，抗日道理啊等等，免得当兵的糊里糊涂吃粮打仗。这二团三团会不会有什么看法？哼，管他们的呢，上次的账我还没跟他们算个明白，他们有脸来对我指手画脚的？再说国共抗日是大趋势，蒋委员长签署了条约的，连韩德勤省长也无话可说。对了，我倒是要问问你，你对团里来政训员有什么想法？嗯，你不说，那好，我现在警告你，如果谁对我的政训员不恭敬的话，我会关他的禁闭。沈团长，能跟你说几句话吗？燕玉小姐，有什么指示？有件事儿我不明白，一个女人，她同时爱两个男人，对吗？嗯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娘是董家的二太太，她也可以继续做薛家的二太太。来，我来吧。我来吧。你没看出来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娘对薛先生也很有好感。祁煜，都怪你要去印那些抗日传单，现在水都涨上来了，可怎么过河呀？没办法，还是绕道从桥上走吧，总比趟水过河安全吧。哎，不行，走桥上太远了，耽误时间，我娘要着急的。小心啊！过的，万一踩不空，就白喂了串串和他大鱼。那，咱们找根绳子，把它拴在腰上，然后过河。想得容易，到哪儿去找这么长的绳子呀？这……哎，有人来了。对，看看他们怎么过河的。好。嗯，小心啊。请问，过了河是不是上念真呢？是的。哦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哎，水太大了，过不去的。你们过不去，不等于我们也过不去啊。不识好人心。走吧。嗯。哎，你们也想过河啊？你没看见啊？就是。哎，我说，咱们要不背他们过河？来来来，哎，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哎，背你们过河？这怎么可以啊？怎么了？你们是男的，再说我们也不认识啊。就是啊。嗨，还挺封建的啊。好，你们不过啊，那算了，我们自己过。哎，走。哎，等等，过就过。好，来，来吧。这边有个深坑，绕过来点啊。哎，当心啊，抓紧了。哎，你说你是董家的女儿，那么
董家那个绸缎店的王掌柜，你认识吗？啊？不认识。啊？怎么？是不可能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啊？王掌柜有个儿子叫王千帆，听说啊，他是一个共产党。哦。他呀，骑一匹白马，然后头顶长一撮红头发，还会双手使枪。我从小就梦想嫁给这样的人。我们俩同骑一匹白马，走遍天下，杀富济贫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干嘛不说话？吃醋了？哼。哎。小姐，还想不想嫁给我？啊？退让，国民义务莫退让，军歌慷慨，军歌慷慨，出军莫惆怅，出军莫惆怅，为何要国，为何要国，为何要家，为何要家，想想，大家想，大家想，人人怕死，人人怕死，个个萎缩，个个萎缩，擅自伤，擅自伤。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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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这个标语合适吗？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吗？听王千帆说啊，这是沈团长亲手写上去的。哦，念给娘听听。嗯。眼前时局已如此，浩劫茫茫何处家？不把头颅轻一掷，唯将热血染梅花。娘，你听懂什么意思了吗？娘懂了。哎，对了，最近沈团长为什么不到我们家来了？乡亲们，就这样，我们的国土被日本强盗一口一口地吃进去了，我们流离失所，再也见不到美丽的家园了，我们的人民悲嚎痛哭，我们的姐妹惨遭蹂躏，我们的子孙后代生下来就被打上了亡国奴的烙印。堂堂中华大国，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啊！乡亲们，我们是不愿意做亡国奴的。我们四万万人民中，有的是热血男儿，有的是仁人志士。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被征服过。我们要拿起枪去打仗，把小日本赶进东洋大海去，让他们去喂鱼喂鳖，尸骨无存。中华民族的胜利万岁！中华民族的胜利万岁！用血肉筑起的长城万岁！用血肉筑起的长城万岁！中华民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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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！娘，娘，我没好消息告诉你，别踩着我的瓜秧。你就知道你的瓜秧，人家有好消息告诉你，你也不听。娘听着呢，娘忙完了，坐下来慢慢听啊。娘，我们学校组织的宣传队，我和齐玉都是队员，齐玉还当上了女生队的队长呢。嗯，什么叫宣传队啊？就是唱歌演戏啊，唱抗日的歌，演抗日的戏。哎呦，
那不成了戏子了吗？娘，你不懂，要知道是人家王千帆亲自到学校去挑的呢，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哦。要真是抗日啊，就应该像沈团长一样，拿了枪到战场上去干，演演戏，当着一阵老小的面拿枪作调，羞死人了。娘心里可不乐意。娘，这不丢人，这才有面子，光彩着呢，又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。像燕玉，人家要他去吗？二姐，你可别把我也扯进去啊。再说了，你们那不过就是个宣传队嘛，根本算不上正儿八经的演戏。其实我知道娘心里为什么不乐意，娘是不希望二姐和王千帆好。哼，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燕韵是瞎说的，我过了年才满十九，王千帆都27了，况且他爹他爷爷都是端我们董家饭碗的人，他根本就配不上我。我将来要找，就找像姐夫那样的大学生。也谈不上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事。古书上常写着，富家千金嫁给贫夫的事多得很。照我看，男孩子只要肯上进，肯念书，总比那些游手好闲、放浪非为的公子哥要好。只是这王千帆，娘也说不上来为什么。每次见了他，我心里头总是疙疙瘩瘩的。到底你爹是为了他才……娘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心里头会疙疙瘩瘩的，因为王千帆给游击队送枪的事情连累了爹爹。爹关进了关押所，还染上了肺痨，还死于肺痨。这一切为首的就是王千帆，所以娘看见王千帆总觉得不舒服。看样子，你倒像是娘肚子里的精灵啊。哎，拿着这个，啊。呀，是烧饼，来拿一个吃吧。我才不要沾你的光呢！哎呀，吃吧，回去别告诉娘就行了。偏告诉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哎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演出快开始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所以我今天就把亲眼所见的事编成小调来唱唱，叫做918小调，听得懂，容易学。希望老少爷们儿把这歌放在嘴边上唱起来。高粱叶子青又青，9月18来两日分。哎，唱啊！唱啊！你怎么不唱？你怎么了你？你唱不唱？不唱我揍你！放下你的鞭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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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诸位，新碧啊，诸位，你的这对双胞胎姐妹要是生在上海啊，早就成大明星了。谁知道是祸是福，人还是老实本分点好。说得好，小玉啊，娘帮你看啊，来，让我来。大伙儿都帮点忙啊，看得见吗？这个丫头陈团长，我想这种方法可能宣传效果会更好一些。来，你看，从头给大伙儿再唱一遍啊，包管各位先生满意啊。香姑娘，刚才你唱得好好的，怎么断了气儿了？瞎说，人断了气儿还能唱吗？提不起精神来。诸位听见了吗？